老书记，您觉得唐朝阳书记是不是也需要一场放火呢？唐朝阳和王长工不是一码事，唐朝阳书记挺有原则的。哎，今天这么一说，我倒觉得这个江正刘局长和王长工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所以啊，老书记，您还真得和唐朝阳多通通气儿。哎，你也可以和唐朝阳书记通通气嘛。还有那个林市长啊，我说了根本就不管用，他们总以为我是感情用事，根本就不愿意听。扎铁柱怎么了？这个地方不清楚，是不是又有人乱说了？你看。另外，还有这一点，一定要抓住，不能放过。扎铁柱，你把大富豪娱乐城着火的事情再说一遍。我有罪，我有罪，我恨死了大富豪苏阿福，就故意放火。你们政府早点枪毙我吧，我不冤，不冤。哎，不要背书，让你把着火的过程再说一遍。好，好，我说，我说。国秋啊，我家小木的事儿你知道不知道？知道，老书记，市里这阵子传说不少。子京没跟你说点什么？没有啊。老书记，案子是不是移送检察院了？这事儿有些怪了，不知道他们在搞些什么名堂。老书记，要不我向子京侧面了解一下啊？别别，他们在办案，算了，还是别问了。别问了，走吧。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你放火的动机是什么呢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是报复，不想让苏阿福那些大富豪有个好。可你一开始并不承认是故意放火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我那是心存幻想，妄想欺骗政府，逃避杀头的责任。那怎么现在又想通了，承认了？这又是为什么呢？我没想到会烧死这么多人，我觉得罪该万死，就认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说说你故意放火的过程。根据你本人5月22日的供述，大富豪娱乐城3楼仓库里的汽油是你泼洒上去的，是吗？是，这不管周培成的事，是我的事。我洒了一瓶汽油，这下好了，电焊火花流落到汽油上，火一下子就会烧起来，没个救的。汽油是装在什么容器里？你又洒在了什么地方呢？这我记不太清楚了。你好好想想。黄书记，你对人民群众多有感情啊！为了扎铁柱、周培成，你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你焦虑，你心急。小静啊，别这么夸张啊，我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哼，有话直说。那好，黄书记，你应该听明白了吧？啊，怎么了？周培成的情况我帮着搞清楚了，让你少了一半焦虑。这功主要是为你立的吧？啊，有一定道理。您总得讲两个吧。死丫头，你说要多少？100够不够？黄书记，你怎么这么没有气魄呀？怎么了？怪不得那么多破产矿工没有饭吃，这次起码200。
可能是个盐水瓶吧，我好像都洒在管道下口了。扎铁柱，想好了再说，一定要实事求是啊。那就是铁桶，小铁桶，要不就是酱油瓶子吧。扎铁柱，我提醒你，法律对每一个公民都是公平的，你做过的事情是你的责任，你不承认也没有用，你没做过的事情不是你的责任，你也不能往自己身上揽，知道吗？一定要实事求是，懂吗？是是是。你刚才说把汽油洒到了焊接口的管道下面是吗？是是，我说了，这样火着起来就没救了。你是怎么进的三楼仓库，又是怎么把汽油洒到焊接口的下面呢？就是从走道窗子爬进去的嘛。扎铁柱，你本事不小啊，从走道的窗子到管道下面隔着13米，到处堆的都是东西，寸步难行，你竟然能把汽油洒到下面。回答我的问题。你们别问，都别问，我不知道，我啥都不知道，我就是不想活了。一次烧死了那么多人，我该给他们抵命啊。我老婆比我明白，先走了。你们说我家里这种样子，我活着还有啥劲呢？扎铁柱，你不要哭，你回答我的问题，你是怎么知道你老婆自杀走了？嗯，通过什么渠道知道的？又是什么人告诉你的？扎铁柱，这个问题你必须说清楚。今天是检察院的领导在场，是谁就说谁，不要怕。这有啥好说的呀？人家告诉我，也是好心呢。扎铁柱，请你把这个好心人说出来。是看守所的小赵，他老家就在我们南二矿上。马上去核实一下。扎铁柱，你这样做不仅不尊重法律，而且会要了你的命，知道吗？检察长，我真觉得我该死啊。你该不该死要由法律决定。喂，哦，子京，是你啊？你今天在审谁？是不是扎铁柱？国舅啊，不该问的就别问好吗？那我就问点该问的吧。周培成没有放火吧？这总该清楚了吧？周培成搞清楚了，还有一些问题也都搞清楚了。放火的结论还不能轻易下，案子要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。这么说，扎铁柱死不了了？哎呀，国秀啊，你不要叫好不好啊？啊，未来的变数还很多，长山的复杂情况你是清楚的。不瞒你说，我现在反而更担心了。担心什么？妹妹，你大胆的往前走嘛。什么往前走啊？前面可能是地雷阵啊，你就不怕把我炸死啊？我看没这么严重，炸死的不一定是谁呢。国秀啊，万一把我炸得四肢不全，你可就倒霉了。这也好，我们家阴盛阳衰的局面也要改变一下了。啊，子京啊，我不和你开玩笑了。哎，你能不能多透露点情况？扎铁柱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国秀，你能不能不再问了？好吗？就这样。同志们，
案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，院党组昨天紧急研究了一下，决定召开这次院检察委员会会议，专题研究一件事情，就是513大火案的定性问题，请高文辉和公诉处的同志们先汇报一下。嗯，好。卷宗里原有的东西我就不说了，重点汇报一下最近的调查情况。根据上次检委会的精神和夜检的指示，我们公诉处在准备起诉材料时，围绕扎铁柱放火案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。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，只要是违章建筑都给我拆干净了，不要给我强调理由，我不听。喂，哦，老赵啊，喝多了，我告诉你啊，给我认真执行33号文件啊，不折不扣，不然我找你算账。哎，干嘛？哎呀，真是个铁娘子啊！嗨，佩服佩服。有什么可佩服的？哎呀，我累得头都大了。现在真是阴盛阳衰啊，女领导一个个都这么厉害啊！哎，黄不禅，是不是在家里被叶简办了啊？秀丽，不开玩笑，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。嗯，你找我，不会是为了解决下岗工人问题吧？周主任，你怎么越来越聪明啊？正是这事儿。说吧。哎呀，听你刚才打电话的口气，我又不敢说了。哎呀，有什么不敢的？胆大点儿，但说无妨嘛。我就汇报到这里，是失火还是放火，请大家讨论吧。我看情况已经很清楚了，513火灾不是放火，而是失火。准确地说，是扎铁柱在没有电焊作业许可证的情况下违章作业而造成失火。这么说，放火的结论又要推翻了。是的，陈姐，我们必须实事求是。我们可要慎重啊，这么一来啊，空环那边又要骂娘了。叶简，你可能心里有数啊，这阵子江正刘同志对我们意见可不小啊。先是抓王小峰，前几天呢又立案批捕了几个，今天再把放火的结论推翻，你说他能对我们没意见吗？陈姐，你说的这些和这个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小高处长啊，我们不是在真空中办案，必须要慎重。陈检提醒的对，这么大的事情一定要慎重，而且也要注意和公安机关的关系。小高啊，你把昨天审问扎铁柱的情况向大家汇报一下。可以。公安机关对扎铁柱的审讯一共进行了21次，在5月14日的第二次审讯中，扎铁柱开始承认放火，进行自污。在5月22日的第11次审讯中，扎铁柱又供认在3楼仓库倒汽油，进一步进行自污。秀丽啊，我们这个矿山路再就业市场养活了800多人呢、啊，你们怎么说拆就拆了？事先也不给我们矿物集团打个招呼。妹妹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。我不够意思，我倒想够意思，可我不敢。我怕你们家叶简办我。秀丽啊，这个再就业市场是长工当年在这当市长的时候特批的。我当然知道了，可是没用。小林市长在办公会议上已经说了，只要是违章建筑，就是天王老子批的条也不算数，全部拆除，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。秀丽，你是这是不是有点矫枉过正了啊？我们南部煤田6个矿破了产，3万多人面临着吃饭问题，我们总得想想办法吧，总得负责任吧。秀丽，负责任？黄国秀，你有你的责任，我有我的责任。中路区城管委汇报说，苏阿福建的那片门面房就是解决再就业工人的，可是怎么样，不但把中路区装进去了，把我也装进去了。你们家叶检不是还在查我吗？说什么也没用。茂才啊，我觉得咱们之间啊误会太大了。
是，我在工作上对你有些意见，可我不至于这么下作，搞出一个什么什么通知，不但卑鄙，很无聊啊。是啊，这种卑鄙无聊的小人，哎，咱们城管委还就是有。哎，黄清明啊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哎，你这一说，我想起来了。你觉得这宣传科那个小刘怎么样？哎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现在不当办公室主任了，什么话都可以跟你说了。我跟你说了，你可别激动。你说，我不激动。小刘背后说了你好多坏话，都是夫妻方面的，无聊，下流。哎，他都说了我些什么？那我跟你说了，你可不许找他去。嗯，不会的，你放心吧。郭旭哥哥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你的困难我理解，我的困难呢，也希望你能理解。在这个时候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就是说破了天，我们城管部门也不会给你网开一面的。除非你有小林市长亲自签字的条。好好好，啊，周主任，我算认识你了啊，六亲不认，是不是？这叫坚持原则，还是跟你们家叶简学的呢。那好，我让长工省长再签个字行不行啊？没有必要再惊动长工省长了，只要有小林市长签字，我去照办。好，你给我两天时间，我到上面讨圣旨去啊。哎，黄书记，你坐，我还有话跟你说呢。哼，哎，秀丽啊，你真对不起我当年送你的那顶狗皮帽子。哎，还说呢，光送我了。也送给紫金一顶吧，还是紫金先挑的呢。就是这么个情况，扎铁柱的供述回到了5月13日第一次审讯时的事实基础上，这个供述和我们调查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。行了行了，我看可以定了，就是失火。我说张简啊，你不要这么激动嘛。我们现在先放录像，大家看看现场的情况，开始吧。刘科长真这么说了？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他说你是靠你媳妇儿爬上来的，真的。哼，幸亏咱们周主任是个女同志啊。不是，他说的是以前的你。哼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去看看周主任和那个黄国秀谈的怎么样了，别让他等的时间太久。哎呀，说来说去还是我倒霉啊啊！想想当年咱们在江城插队，我去偷农民的狗，你跟紫晶是又吃狗肉又喝汤啊，还一人弄了顶上好的狗皮帽子，我呢赔了人家20块钱，还让当时的马杆书记王长工给办了。哎，你也不算倒霉。怎么？一顶狗皮帽子就套住一个检察长啊！我倒是想套个城管主任呢，可人家偏偏看上了马杆书记。哎，你这就说错了，我根本不认识王长工。当时，你想想，当时他跟着团县委来抓你这个坏分子的时候，在我们公社开批判会，那还动员我跟紫金揭发你呢。哼对对对对。是是是是，当时啊，你们都说是受了蒙蔽的革命群众啊，因为思想觉悟不高，吃了来历不明的狗肉，戴了来历不明的狗皮帽子啊。哎呀，别说了别说了，真是不堪回首啊。哎，不过我还是领你情的。领我什么情？要不然我不会认识王长工啊。不过呢，话也说回来了，郭秀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对人家长庚一直耿耿于怀的。哎呦，妹妹，我哪敢耿耿于怀啊！啊，
那时候人家是县团委书记，我呢是个落后青年，现如今呢，人家是常务副省长，我只是一个破产书记。哎呀，都快30年过去了，我硬是没逃过人家的手心儿。你起来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放下，放下！你刚才跟他说什么坏话了？我没说，刘主任诬陷我。你敢说你没说？你刚说完，你转脸就不认账了。我没有，我没说。你这个卑鄙小人，一个字儿，揍！你敢？君子动口不动手。咱知道他是卑鄙小人就行了啊，别脏咱的手。你是小人，他是小人，他诬陷，打他！走，找主任去，找主任去。国秀，抽空咱们聚聚吧。好好，等子清忙过这阵儿再说吧。子清还忙啊？不是说马上要起诉了吗？嗨，起诉什么呀？案子要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。为什么？妹妹，我早就说是失火，可你们不相信吗？哦，不是放火。啊，啊，哦、我还有事儿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对失火的定性问题，大家还有没有不同意见？啊，没有问题，我这儿没有。没有。这可是大事情啊，有不同意见一定要说出来。叶姐，该说的都说了，我看还是赶紧把材料送到市委去吧。哎，这么一来啊，肯定不能按市委要求的时间起诉了。哈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，相信市委会理解我们的。那好，就这样吧，这材料呢，送一份给公安局，马上送，千万不要再造成误会。散会。周主任，周主任，你管不管吧？你又怎么了？刚才我来跟您汇报工作，在宣传科坐了会儿，这办公室的刘茂才就挑拨宣传科的刘科长跟我动武。他宣传科的科长啊，他搞文不行，我看他搞武道版有一套，在咱们城管没好人的活路。老方，那你说说，咱们城管谁是好人？周主任，我没这么说呀，您就是好人呐，走到哪儿我都这么说，您就是孔繁森焦裕禄式的好干部。你累不累啊？啊，别表忠心了，你的忠心我心里有数。说正事吧。你有数就好。那我正式跟您汇报停车场的事儿。公安那边不让步，眼下回城管也不现实，所以让您当领导的为难呢。所以我想什么？所以你又找老书记去另找出路，对不对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有您这样好领导，说实在的，我还真舍不得离开咱们城管。我生是城管的人，死是城管的鬼，我得为城管事业贡献一辈子。所以要不然您让我到郊区去当城管主任，创一番事业。我早就说过不可能。周主任，你是不相信我的能力吧？老方正相反，我太相信你的能力了。我是怕那地皮浅三分。您总有个让我发光发热的地儿吧。先回家等着吧，如果做了安排，茂才会打电话通知你的。距离市委决定起诉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他们检察院竟然把放火材料全案退回，他叶子金想干什么？搞什么名堂吗？江局，你先别发这么大的火，看看他们的材料再说嘛。啊，不看不看不看。武局啊，你是清楚的，扎铁柱的放火材料前几天我就认真的看过，有作案动机，有作案过程，证据确凿，事实清楚，我还看什么？我觉得你还是应该看一下材料，检察院也不是没有道理。有什么道理啊？
不就是扎铁柱犯过了吗？我看是叶子京诱使的，前两天我就看出来，你说我多疑，我多疑了吗？他们到底来了这一手。好吧，那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好吧，你代表我马上去检察院找叶子京，问问他和检察院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，请他们不要背后搞名堂，不要故意出我们洋相。放火案的全部过程他们检察院都清楚，他们检察院还是提前介入的，所有疑点都是他们检察院要求查的，放火的结论也是我们两家一起定的，现在突然翻案简直是岂有此理。好吧，我现在就去检察院找叶子京讨个说法。嗯，哎，把检察院的材料先放着，要不等你看完这材料我再去。行，现在就去，别跟叶子京客气。好，哟，武局来了，坐吧。怎么了？一本正经的坐。我今天可是代表我们江正刘局长来的，江局长谈了几点意见，我是照本宣科，你可给我注意听好喽。你今天还奉旨传谕呢？那是，我们江局这回可发了大脾气了，要我原话照传。好，武局，我正等着呢。哎，我说叶姐，你们检察院的姐姐哥哥们想抢功，也不至于这么个抢法吧？啊，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，就把我们一脚给踹了？啊，这么心狠手辣，想干什么呀？哎，武局，你和江局没看我们的材料啊？江局没看，根本不想看。那他就敢让你代表他来训话，你也就这么来了？人家江局什么不敢呢？我又怎么能不来呢？人家是一把手，我能不听吗？哎，黄书记，你看看，你看看你手底下的这些矿工，这些矿工都怎么了？啊，不就是提篮小麦混口饭吃吗？是不是？黄书记，你啊，别生气啊，我们这不也是在执行命令吗？我都知道，我昨天已经找过你们周主任了。哎呀，黄书记，没用啊，现在哪个领导敢开这个口子？那王长工也不敢开这个口子吗？常务副省长说话行不行？好，黄书记，那你找王省长去，他有话，我马上撤。喂，王省长吧？我是国秀啊，我求你老人家开开恩。啊，好歹给我们这些失业矿工一条活路，啊，也给我这落后老青年一条退路。我这个破产书记干不下去了，要投河上吊了。老黄，哪来的这么大的火气啊？有事说事，啊？吴局啊，别发牢骚了。这些材料你看过没有？我看过了。说真的，吓了我一头冷汗。哼，能吓出一身冷汗就好。江局在业务上是有些生疏，麻木不仁，还有情可原。可是你武局，一个老刑警，麻木不仁，我可要骂你了。多可怕呀！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发现问题，将来错案追究下来，我们两家谁也逃不了。不客气地说，我们及时发现的问题，啊，既救了我们，也救了你们，你承认不承认？吴局，你们公安局别把我们检察院看得这么没水平。案子退回补充侦查，又涉及到重新定性，按照市委要求的时间起诉是不可能的了。我们向市委打了一个报告，汇报情况。这个汇报呢，对你们公安局不保密。你老弟，先过目吧。老黄啊，你既不要怪周秀丽，也不要怪林市长啊。彻查安全隐患是省政府发的问题，我吩咐自己。当然，如果矿山路在就业市场不存在消防隐患的话，那仅仅是市容方面的问题，我看
可以考虑开下去。啊，你说的对，我们必须对困难群体负责任。你放心，我问情况再说。好好好，那我就先谢谢王省长了啊。你要少发点牢骚就好了，什么落后老青年。王国秀，当年偷狗事件我处理错了吗？啊，哎，虽说文革期间出了很多冤假错案，可是你老弟不冤吧？啊，管好你这张臭嘴巴吧。好好好，我尽量争取吧。啊，谢谢了啊。我在汇报里已经说了，这个错误我们检察院也有责任，要做检讨。对扎铁柱的定性是错了，周培成补错了，所以恐怕要对周培成进行司法赔偿。行，叶姐，你们实事求是，我算是服了。你五局的小脾气收回去了，江局的大脾气是不是也收回去？哎呀，叶姐姐，这你得问江局，我只是奉旨传谕。算了吧，你老弟带我把情况跟他说说吧。叶姐姐，要不要我带你还他一顿大脾气？哼，我没人家那么硬的后台，不敢有这么大的脾气。哎，叶姐，刚才说要对周培成进行司法赔偿，谁赔？咱们两家赔啊，不赔行吗？不错了吗？那江正流能通过吗？我看这事儿你最好别提。那怎么行啊？啊，白关了人家40多天呢，你自己去试试。周秀丽啊，你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连矿山路再就业市场也关了？啊，那可是我做市长的时候开起来的。隐患是要检查市容要整顿，但是你别忘了，老百姓要吃饭，尤其是长山矿务集团的失业下岗矿工。你给我转告你们的小林市长，别光惦记着自己头上那顶乌纱帽啊，多关心关心老百姓吃饭的问题。王省长，话我一定给你转到，但是小林市长和我们下面的干部也太难了。你看刷覆盖的那片门面房，它就是为了解决下岗工人吃饭问题的。因为影响了513救火，陈海杰就抓住不放，至今还盯着我们城管呢。那片违章的门面房是下岗工人租的，确凿吗？确凿，我们做过调查，48户租房者中有39户是下岗工人。这个情况要马上向唐书记和林市长汇报。王省长，两天前我就向林市长汇报过了，所以林市长在这次这个矿山路在就业市场问题上不愿再开口子了。这口子还得开，不能因噎废食嘛。好好啊，王省长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检察院可能要定为失火。什么？不是放火吗？怎么又突然定失火呢？啊，我也是无意当中啊听国秀说的，您是不是问问江正流啊？我知道你和江局对我有些意见，上次碰头的时候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，他就拂袖而去了。哼，真是没办法。不过我要告诉你，社会上对你们钟楼公安分局反应一直很强烈，老书记陈汉杰在各种场合一再提起，唐书记也指示要彻查严办。我知道我知道，钟楼分局的问题是不少，尤其是那位王晓峰，因为他是江正流的连襟，胆子大得很。江正流现在也承认在局党委会上做了检讨。这就好，这么一来他江正流就主动了。不过五局，我不瞒你说，苏阿福的大富豪里真有你们分局内部的人的保护，每次扫黄都有人通风报信，分局主管治安的副局长王晓峰竟成了苏阿福的把兄弟，你说这黄水能不泛滥吗？哎，这个王晓峰简直他妈的混账。哎，不过叶姐，
你也不能因为王晓峰的问题就看扁了我们公安机关吧。我们市局在扫黄打黑的问题上从来都是动真格的，只要发现黄赌毒窝点，我立即出动，更不用提每年的大规模的扫黄打黑行动了。上个星期我们进行了彻底的清查，男男女女抓了80多，昨天夜里我们又搞了一次返回潮，你猜怎么着，又抓了30多。回潮这么快？哎，这也没办法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哼，算了算了，这也不是我们一家的事情，只要常抓不懈，你说呢？嗯，是啊。王市长，这事你也知道了，我正准备向你汇报呢。失火的结论是叶子京和检察院背着我们公安机关单方面做出的，事先根本没有通过气。他们这么干不是第一回了，叶子京我是很难再跟他合作了。钟流啊，你别激动，慢慢说啊。好了，叶姐姐，扫黄打黑那不是你的事，你就少操点心吧。你还是操心一下眼前的大事吧。这放火让你们弄成了失火，又不能按市委指定的时间起诉啊。这唐朝阳、李永强能高兴，王长工能高兴，哼，你就等着看他们的好脸色吧。是啊，这一点我也想到了，他们高兴不高兴我不管，我只能根据事实说话，在事实面前，只怕他哪个领导也不敢随意拍板定放火吧。那倒也是啊，拍这种玩他们还真得掂量一下。哎，叶姐，我怎么听说你还找到林市长那儿去了，还要查周秀丽？怎么，不该查吗？不瞒你说，我不但找了林市长，还找了唐书记。我跟唐书记说了，不论周秀丽她是受贿还是受了诬陷，都得查。那唐书记什么意思？他挺支持。这么说，你对自己的老同学也没有手软？想不查也不行啊。我告诉你，那个匿名举报人给我打电话，跟我明说了，说是长山500万老百姓盯着我，他也盯着我呢，说他有双雪亮的眼睛。哎哎，我说老方啊，哎呦，你这是浇花呢还是干嘛呢？你看你弄了一地的水，得得得得得，真是的，你这是瞎琢磨什么呢你？不对，我找周秀丽，要求发光发热。她说让我在家等着，还说等安排好了工作，让刘茂才来请我。什么？来请你？哎，人家对你这么客气呀、啊，啊，怎么了？不敢惹你了？哎，你说该不会是因为那个通知的事儿吧？哎，不是我说你呢，你也太下作了，又是些斗争，哈，都快斗到绿帽子上了。行行行行行行行，你懂什么呀你？哼，行了，你那些逻辑啊，我也不懂。不过我说啊，你也别老一根筋的斗争斗争，你也得想想，人家周秀丽是不是真的有问题、啊？怎么没问题？现在当官的有问题的多了。那陈汉杰是好人吧？长山市的百姓哪个不知道他是清正廉洁的好干部？可帮我安排工作的时候，照样暗示我给他送钱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你可别提。人家老书记并不知道。嗯，哎，你说要不然我去拜访拜访老书记。哎，依我说呀，还是省点事儿吧。妇人之见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我就是一把鼻涕也得甩在他周秀丽身上。哎呦，看你这没出息劲儿，都变成鼻涕了。鼻涕？鼻涕怎么了？哎，
这鼻涕要是甩在周秀丽的身上，那也是一景。哎呀，好好好好好，我不跟你争，你呀，去做你的鼻涕去吧。周秀丽身后的背景你知道，那可是大人物，如果查到这位大人物身上你怎么办？再假设一下，如果查错又该怎么办？那时候姐姐你该怎么向人家解释啊？况且周秀丽还是你的老同学。吴局啊，如果你害怕现在就退出，你可以考虑去生场病。退出？嗯。害怕？嗯。我告诉你，我宁肯不当这个公安局的副局长，我也要把火灾后的真相全他妈弄清楚，否则就是我的失职，天理不容。